雕塑身形健康，每天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瑜伽的练习，在练习的过程当中，请你顺着你自己的呼吸来做。你只要当你感觉到你的动作熟悉了，你的速度可以跟我不一样，没有关系，用呼吸来带着你的身体，运动的效果会更加成，更有效果哦。准备好你的瑜伽垫，我们一起运动吧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站姿的流动瑜伽练习。我们先从简单的暖身开始，将双脚打开来，大约是比臀部稍微宽一点点。两只手帮我向上提，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手放松往下。我们连续再做几次，吸气上，吐气下，吸气上，吐气下。在等一下的练习当中呢，我们都尽量用鼻子吸气，用鼻子吐气。如果你觉得动作熟练了，我们就用自己的呼吸来做。下一个吐气的时候，帮我带上一点点的前弯，把膝盖弯曲，臀部稍微向后，来到小小的前弯，吸气再次向上，吐气往下，往上提，再往下放。我们再连续做几个，让身体下来的弧度慢慢的变大。现在为止都还不停留哦。一个呼吸，一个动作，先让我们的身体热起来。记得前弯的时候，将臀部先稍微往后，膝盖保持弯曲，身体再下来。这样子的前弯才不会折到我们的腰，伤到我们的背部。我们做最后两个，下，上，下，上。接着让身体稍微停留在底下，两只手可以来到膝盖或是小腿的位置，将臀部稍微往后。我们来到椅式，眼睛帮我看着地板就好，小小的往下蹲十个，十。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吸口气向上，吐气将双手打开来，我们把两只脚再打开一点点，膝盖弯曲，从你的髋关节开始，把大腿、膝盖、脚尖都朝外面，两只手放在脚的上方，让身体放松，左右移动一下。接下来我们一样要在这里轻轻的往下蹲跟往上，两只手找到膝盖，吐气蹲，吸气向上提，吐气再往下，上下。现在这个蹲呢跟刚刚就不太一样了，我们是直线的往下蹲，所以帮我留意一下，臀部不要太往后，腹部稍微内收，直直的往下。如果你不确定的话，你也可以把一只手放在肚子的前面，一只手放在臀部的后方，提醒自己垂直的向下蹲，下，上，下，上，一样。最后一个，我们稍微停留，帮我把脚趾头稍微勾起来，小小的往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将膝盖伸直，脚尖帮我扣进来，两只手轻轻的向后绕，吐一口气，将脚微微的弯曲，臀部稍微往后。我们来到宽脚的前弯，让两只手轻轻的抓到地板，或是扶着脚，肩膀跟脖子帮我放松，头轻轻的左右摇一摇。两只脚轮流弯曲伸直，左右动一动，眼睛的视线可以看向伸直那一边的脚。接着我们要在地板上换一下我们的方向，将脚弯曲，右脚的脚尖打开来，身体、手和脚一起转过来，再帮我把后方的脚踩进来，两只脚弯曲，打开双手向上提，吸口气，
合掌来到胸前，将双脚合在一起。我们做并脚的仪式，吸口气向上提，吐气，膝盖弯曲，臀部向后，手来到大腿的外侧，将外面的那只手往上抬，打开手，吐一口气往下放，吸气上提，吐气以示，手来到另外一边，打开手吸气，吐气盖下来，吸气向上，吐气以示，带上身体的扭转，将手打开，再往下，再试一回，往下蹲，吐气以示，吸气打开，吐气盖下来，最后一次咯，往下，打开手，手盖回来，往上提，另外一边，下，打开手，盖下来，往上，让两只手回到胸前，将双脚稍微打开来。我们来到拜日式的位置，手臂往上提到最高，吐一口气，膝盖弯曲，臀部向后，经过仪式来到前弯，将双脚伸直，停留一下下。如果现在手没有办法碰到地板的人，也可以帮我扶着脚。要往下咯，将膝盖弯曲，手掌心撑好，两只脚向后，我们来到下犬，将双脚轮流上下踩一踩，重心往前送，交给双手，膝盖可以轻轻地跪下来，手臂弯曲，吐一口气往下，肩胛骨内收，打开胸口向上提，肩膀离开耳朵，双脚踩地板，来到下犬，将一只脚轻轻地抬起来，大步往前，相反另外一边，打开双手向上，合掌吐气，再试一回咯，吸气吐气前弯，双脚向后，重心向前送，选择你的脚直或是弯曲，往前推，手弯，胸口落下，肩胛骨收，往上提，膝盖大腿可以同时离地，双脚踩地板，来到下犬，将左脚轻轻地抬起，大步往前，右脚收，打开双手，往上，合掌吐气，再试一个，吐气往下，双脚向后，来到下犬，帮我停留在这里，两只脚上下踩一踩，脚跟向下，背也向下，双脚的脚跟轻轻地抬起来，膝盖弯曲，一点点的抬头，我们吸气，脚的位置不动，吐气，肩胛骨往下伸展，肚子靠近大腿，再一回，吸气，吐气往下，延展我们的背部，最后一个，往下，将上半身留着，脚跟向下踩，维持手的力量，重心往前送，手弯曲，吐气，身体落下，肩胛骨收，往上提，双脚踩，经过下犬，将右脚大步向前，来到手的中间，给你一点点时间调整一下脚的位置，可以轻松的上下动一动，膝盖来到目前的最低了，左手帮我撑住地板，右手先找到大腿，上半身先扭转了，再打开我们的手臂，记得上下拉长的力量，不要把重量都往下掉，吐一口气，将上面的手盖下来，后方的脚踩进来，打开双手向上提，吐气往下，相反边咯，往上，吐气往下，两只脚大步向后，一样来到下犬，
双脚踩一踩，肩胛骨向下，脚跟稍微离地，膝盖弯曲，吸气抬头，吐气背往下。我们再做两次，吸气，吐气往下。还有一个，上半身持续的向下，臀部往上提，脚跟往下踩。帮我吸一口气咯，重心往前送，手弯曲，身体落下，肩胛骨收往上提，双脚踩下沉，左脚离地，大步向前，一样调整一下脚的位置，上下动一动。首先来到大腿，身体先扭转了，再打开手臂，上下拉长的力量，同时后方的脚也要出力，吐一口气咯，将上面的手盖下来，把脚收进来，膝盖弯曲，打开双手向上，合掌来到胸前，将两只手放松，我们把双脚打开来，一样是比臀部还要宽的位置，身体放松，左右动动，将你的肩膀轻轻的向上提，再往后绕，两只手借我，帮我往上拉到最高，让右手拉着左手，先拉长了，再把身体往旁边延展，记得肩膀跟胸口帮我打开来，吐一口气，让手再往下一点点，眼睛的视线可以看着地板，背向上提到最高，相反另外一边，先拉长，再往旁边延展，稍微停留，角度可以慢慢的变大，如果你觉得有一点酸紧的话，多一点的吐气，或者是把膝盖稍微弯曲都可以，准备要让身体回来咯，两只手往前，手扣住，手向前推，膝盖弯曲，背向后，让身体放松，轻松的左右动一动，维持这个左右摇晃的动作，让手臂和身体慢慢的向下，来到目前的最低，放开双手，将脚伸直，伸展更多的腿后侧，同时调整你的呼吸，吐一口气咯，将膝盖弯曲，首先找到脚，再让身体起来，两只脚帮我慢慢的收回来，脚尖脚跟踩回来，回到臀部的宽度，手来到大腿的两旁边，将肩膀放松，吐一口气，深呼吸，再吐气。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做完刚刚的瑜伽练习，是不是觉得身体整个都伸展开来了呢？如果你平常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运动的话，不妨抽一点点的时间，每天做3分钟、5分钟，只练习片段也可以，让身体保持好运动的习惯，你的身体的力量跟身体的柔软度也会更好的。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